冷得很，来一杯咖，热咖，热水。今天我们下了大雪，上午下了大雪，满地的银装。11月20号，23号，来聚焦，你得点一下。对啊，进进干啥？拍这干啥？特写嘛，就随便。有音乐好了。艾文，你是第一次见雪。这是你这辈子第一次见雪，你这个小人儿，好玩吗？玩雪吧。我冷。你拿一会儿。我冷。拍拍 我这个不知道放哪儿，你那能放？放我这儿吗？你也一冷就不想干事，冻死了。那不多穿点。咱们就在这儿玩得了。哎，对啊，我妈咋过去了？干啥呢？在那儿吧。走。